后咱才对。到安乐园那个先，咱去讲叫做乐园，就是高龄啦。啊，先为着你区别讲过去高龄老先吼，咱就感觉安尼真正细细吼，细细格格无变化。啊，所以咱听讲这个啊乐园这个也是以先人所做啦。啊，其实是已经以后做在你。在里头是学习的意思，学习的意思。啊，台湾呢，教官吼，迄阵教官嘛是家己在做的，是中正大学来教师去甲建议，啊，写计划去甲建议。啊，教官吼，安尼爱理不理的，迄阵爱理不理。六年毕业是在里啊，开始在做的是教官吼，安尼对六年吼真无欢喜啊。啊，怎么又叫讲有老啊，有长青啊，下面搞一个路人出来？啊，但是长线在做的时候，那一个老人做的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啊，起码你讲现在来无同款的所在。咱各个农民呢，关键其实所有的农民拢关键方向，就是国家的话，啊，是每个人都能成功的话，成功的话，先要做成功的话。你先出时间，你是以前哦，按你这个时间。你拢家己会当去做，有在啊？要想要做啥，就我就做啥。不是讲要先做爱叫人做，要想做就叫人做。哎，你若有法做安尼哦，叫做成功的话，啊，就是高龄者健康快乐赢一生。不管你几十年、一百年也好啦吼，啊，九十岁也好，七十岁也好，也好，你这个一生吼，你就是真快乐。你莫讲哦。多理论上都一样，这种有意义，这种有意义。我今天很欢喜哦，阿南哥来，现在去扫楼道。啊，这就是老年化，无同款的所在。啊，老年乡现在无同款的，另外呢目标就是各传递哦，拢做这个老年的享受，或者是话去拢做一下。啊，咱家是。包括农民来分布啦，中心布局。啊，咱其他包括吼，拢讲咱分十五个点，十五个点可以遐个其他在就近的里吼，遐里里就拢是这个点。所以阮拢讲十五个点。